边有，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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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有。那边的位置啊。六十块，六十块。副主委、署长、副署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还有我们亲爱的媒体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哇，我们大家都好准时，我们现场呢已经爆满了。各位，欢迎来到我们渔业监控中心。咱的渔业监控中心就是这家。今天是我们渔业监控中心整合资源系统及硬体展示的记者会。好，我们要请所有的媒体朋友、长官、贵宾一起来见证我们台湾好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整合资源系统及硬体设备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成果，而且呢，还有包含了我们渔业署呢在永续渔业资源的一个努力以及国际合作的努力。首先呢 ，Andy 利用点点时间来介绍我们现场的长官还有贵宾，请和大家挥手，也请大家给予热情的掌声。来，我们来欢迎我们。首先，我们欢迎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我们陈副主委，掌声欢迎陈吉仲陈副主委，副主委你好。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我们渔业署我们署长陈天寿陈署长，署长好。好，各位好，我叫过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我们渔业署我们黄副署长，掌声欢迎黄宏业黄副署长，署长你好。好，莅临的还有许多的长官，包含了我们海巡署的姚处长，掌声欢迎，处长好。我们外交部欧洲司的刘科长，掌声欢迎。以及我们经济部标检局我们邱副组长侯香高雷。我们财政部官务署叶副组长，掌声欢迎。也欢迎我们宜兰渔业管理所我们庄所长，掌声欢迎。以及我们屏东县渔管所曾小姐，还有我们海洋大学资工系我们许教授，掌声欢迎。好，莅临现场的也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包含了我们鲔鱼工会陈组长，掌声欢迎，彭香哥嘞，组长好。还有我们小钓协会何秘书长，掌声欢迎。以及我们基隆区渔会陈总干事，掌声欢迎。还有我们鱿鱼工会施常务理事侯香高雷，苏澳区渔会陈秘书，掌声欢迎。以及我们全国渔会我们林总干事，谢谢各位长官您的莅临。好，紧接着呢 Andy 要恭请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我们副主任委员陈吉仲陈副主委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主委后。有精神，那我们渔业署陈署长，我们彭副署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各部位的代表，那我们所有的远洋渔业的农业工会的所有的总干事、理事长跟代表，还有我们全国区域会的林总干事跟所有的区域会的同仁，那还有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副主委好。其实站在这里，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一个地球，那在整个地球里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1200艘左右，在全球世界各地辛苦的捕捞。我想，诚如渔业署，还有所有全国渔业界的朋友所说的，其实远洋渔业他们这么辛苦的打拼，这是一个对国家来讲是一个领土的延伸。我们台湾本岛，或许整个地理位置甚至规模不大，但是透过我们的远洋渔业，让我们的国土等同延伸到全世界各地。那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令人非常引以为傲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是所有的渔业界朋友们打拼而来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世界的环境改变底下，渔业的资源越来越少。许多的国际的渔业组织开始要求，在整个远洋渔业的
捕捞经营底下，也要朝永续保育的角度去执行，因此我们就面临了许多的挑战。那其中除了所谓的全球气候变迁造成渔业资源减少，许多的配额也相对的减少底下，我们要在这样的情形面对其他的国家的竞争以外，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最短期的，就是欧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黄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想这个黄牌在前年10月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以上了。那在这一年半过程里面，我要特别感谢渔业署的所有的同仁，他们非常的辛苦。这个监控中心其实它是整合了所有的渔业的四大系统，包括我们的 VMS 监控系统，包括我们所有的电子渔获的捕捞系统 Logbook， 包括我们所有的渔业的管理系统。那更重要的是，它也把所有的整个动态的管理系统，把四个系统全部整合在这里，而且是用24小时的这样的人力在监控。这样的一个监控中心，不管软硬体的最后在今天的呈现，其实是渔业署同仁那非常辛苦，那尤其是透过海大许教授的帮忙，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待会各位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监控系统可以让我们现在远洋渔业将近1200多艘里面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公开透明，不管它的航迹有没有侵犯到其他国家的禁忌海域，不管它的蟹鱼声明有没有依照我们相关的规范在执行，甚至将来在一些所谓的国际具有争议点的这些地区，我们这些都可以留下我们的科学的证据。这个非常有助于我们将来对外的所有的这些的谈判的议题，所以这样走来是真的不容易。但是第二个，我要特别感谢所有的渔业界，包括我们所有的远洋渔业同业工会，跟我们所有的区域会总干事跟渔民的帮忙。资讯系统整合只是第一步而已，如果我们的渔民，我们的远洋渔业的船东他没有配合，你装了 e-logbook， 你没有据实填写，这些资料还是会产生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所谓的整个全部的远洋渔业要求他100%每一艘船要装 e-logbook， 到每一艘船要准时的回报所有的 e-logbook 的里面的系统，我知道渔业署同仁花了很多的心力，甚至最后操作了一个非常简易的平板使用方式，让渔民可以顺利来执行。但这过程我们许多的远洋渔业的同业工会跟我们的区域会的总干事非常辛苦的帮我们辅导所有的这些渔民，才让渔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里面来把正确的资讯做回报。所以第二个也要感谢所有的这些渔民团体跟远洋渔业工会同会的帮忙，才让我们不只是系统可以运作，它的系统里面的资料的正确性更重要。那我想这是第二点特别说明。第三点，要特别跟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报告，我们做这个监控系统或许在短期是为了配合我们欧盟的这个黄牌的事件里面，我们要把所有的要求在四大面向里面11个行动方案里面有关的，我们都放在这个资讯系统里面。但是坦白讲，我们也不是为了因应所谓的黄牌而已，我们要的是让我们的远洋渔业可以永续经营。如果这个监控系统可以完整的操作，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绝对会没问题。那也跟各位报告，我们不会是只有针对远洋渔业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监控系统，目前渔业署也已经在针对所有的沿近海在做整个资讯系统的整合。那我想唯有透过更公开透明还有资讯的正确，整个海洋资源跟渔业的永续发展才可以同时并存，我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那最后还是再次感谢所有我们的渔业界的，从渔业署到我们学术界跟所有的渔业同业工会跟我们的区域会的总干事的帮忙，
才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云南渔业更进一步的迈进。那再次感谢，谢谢。掌声谢谢我们农委会我们陈副主委精彩的说明，谢谢副主委，恭请副主委请入座休息。紧接着呢，我们以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我们渔业署我们署长陈天寿陈署长，我下过来，署长好。先做个广告，我们今年的移民节是在9月28、29、30在高雄的举办。那在这边为什么讲这个，我当然刚才副主委讲这样子，我还是用一个感恩惜福的一个心态来说明。第一个我们今天有吃过的鱼啊，然后这样来享用，当然就是有一群人在海上生活，在海上打拼，所以咱今仔日咱台湾，不管是湾流近海，拢是安尼一个心态。刚才我们副主委也谈到，我经常讲，跟我的长官，跟我的同仁讲，我们这个产业渔业是人类最早利用海洋生产活动的一个行业。那台湾的渔船，因为台湾的面积很少。等一下我们的同仁他在简报里面也会贯穿我们的精神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但是我们的船呢，洋洋杯三大洋五大洲，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这一种情形台湾的去扣害假害，那我们这样去生产，尤其远洋的那个鱼捞的这个比例呢，占60%到70%的这种产量，虽然都要去秀好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善用这个海洋的这一种水体去做这样的一个生产，但是就是讲，咱就是爱做好一挂管理。从1994年国际海洋法生效以后，咱就知影海洋跟所有的渔业的秩序整个都改变了，大家拢知影，即大家就是因为对这资源的拥护、资源的爱惜，咱就是爱去做。所以今仔日咱的船啊，虽然过去遮济，你遮大个即个海洋，包括我们的基地哦，过去咱的基地，即个船啊的行善到那个港口有60几个港口，我请问你渔业署的人员有没有办法去管这样子？我们的渔民在这一种状态，所以我讲，我们渔业署是87年成立，当时成立就是因为要因应海洋的这一种瞬息万变，都爱去做这个管理。但是正言讲，碍于经费、人力，无法度安尼一个管理，所以在静态方面是做了很多的管理，但动态方面无办法。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就是要透过一些科技的东西来做好管理。啊，今麦国际上，我们加入6、7个这种渔业团体、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伊爱就是在资料，爱就是讲你的船啊，你都已行善，这个要很通透，而且要很。讲起来就是说，你每次的这一种资源的评估的需要评估加一点来做一个依据。那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刚才副主委讲，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整合的一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蛮新的哦。整个渔业管理来电，你全球里面是数一数二，但你拎款你的怎样？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工作方面的经费跟能力多一点投入。做我们整个全球的远洋渔业的管理的一个领头羊，安尼咱才有法度能永续经营这样子的渔业。所以你家啊，我真感谢我的同仁，真的是很辛苦，从黄牌到现在，一直都在努力，但是也不是真正是，不是讲哦，我今天你欧盟这黄牌解除掉就解除掉，不是，就是我们长官跟我们副主委讲的，咱就是要永续渔业经营。你若有想到讲，咱的粮食来源是从海上来，是比较友善地球的话，咱来安尼做，咱来好好做。如果粮食的来源一定要是
从那个山上路上来的话，那不得了，那这个气候变迁绝对会加剧。所以咱今天在这，咱就是讲，咱应该要善用这个水体，让咱的渔业能够永续。啊，就是安尼一代一代这样子下去，我相信以后的管理会更精准，而且我们的所有的沿近海里面的，或是说所有渔业方面的资讯，也在这个中心稳重。这个中心是24小时的，我们同仁很辛苦，但呢吼，我们外面也有一个那个 logo 跟牌，这个都是我们同仁自己花他的脑筋去设计出来的。老鹰跟船就是代表说，我们希望能够很一目了然，能够看到有一些的挥发遗捞的如何去摒除。啊，你家不是讲这个系统，就是别来吼监测或是什么，主要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讲。你船啊，来你作业的进展要发生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这边卫星电话马上就会跟船东或是跟渔船去做联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尽量给防止哦，不要有这一种易超越这一种啊，那的一个规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家我真感谢哦，我们希望媒体朋友给我们多一点的这个鼓励。也给我们多一点的这一种指导，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能够圆满顺利，谢谢。我先过来，谢谢我们渔业署田天寿前署长精彩的说明，谢谢谢谢。刚才我们署长说的那个挂牌哦，是昨天才刚刚挂起来的哦，就是我们在入口处看到的 FMC， 就是我们 Fishery Monitor Center。好，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24小时渔业的监控中心了。我们呢是透过系统的自动交叉比对，还有呢自动的警示功能，提升我们渔业的管理的效率还有强度。各位呢，您待会儿会看到我们王主任来做个非常精彩的介绍。我们全球的卫星24小时及时的监控，而且呢，我们台湾全球各处的这个渔船顿级呢，都会做一个精彩的说明。好，我们现在马上来欢迎我们渔业监控中心，我们检认技证王茂成王主任来为我们做精彩的说明，捧下过来，主任你好。好，各位，您的资料袋当中有我们的精彩的介绍的懒人包在资料袋里面，主任。我们陈副主委、陈署长，还有我们各部会的这个长官，以及在座渔业先进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就由我跟大家来简报我们这一套的渔业整合资讯系统。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没错，这个地表面积有5亿1000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洋的部分占了71%，大概有3亿6000万平方公里。那台湾的国土面积多少？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概是我们海洋面积的1/1000。但是台湾的国土面积虽小，我们有一项的产业作业的时机遍布了3大洋5大洲，就是我们的远洋渔业。各位来宾，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每个船型的符号代表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一艘在公海作业的远洋渔船的这一个最新的船位位置。现在看到大家看到不同的颜色代表的就是不同吨级别的渔船。那我们现在整个在三大洋的作业船队大概将近1200艘，其中尾岩神钓的部分大概有这一个是全球现在规模第一。那每天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这一个渔船在海上作业，说我们远洋渔业产业是一个日不落的产业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远洋渔业平均年产值大概有430亿元，其中渔获量有70%是外销出口，每年为我们赚进的这一个超过300亿这一个台币的外汇。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当中，我们用渔业实体或是跟渔业相关的身份参加的组织就占了1/3。那台湾目前21个邦交国当中，因为渔业合作的关系跟我们建立邦谊的就有6个国家。那在我们国内产业方面，我们远洋渔业可说是我们整个水产业的一个龙头产业。我们这个远洋渔业它的上游支撑了有
造船工业、渔具制造、这一个五金维修整补、渔航仪器等等，这个产业的下游有我们的船员就业、饵料供应、加工运销、水产贸易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他从这样的一个报告内容，相信大家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远洋渔业的一个重要性。它串起的是数千亿产值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就因为我们远洋渔业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渔业署更有责任要做好渔业资源的一个养护管理工作。简单来说，我们整个渔业界是比任何的这一个组织、任何的国家、任何的 NGO 团体更在意在海里能不能抓到鱼这件事。因为一旦抓不到鱼了，我们远洋渔业马上面临的经营的困境，整个产业链也会受到影响。那所以为了维护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我们渔业署今天在这边就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跟大家证明我们怎么做好在几千海里外的这样的一个船队管理。讲到船队管理，刚刚我们副主委已经特别跟大家说明过了，过去我们建置了两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渔业资讯管理系统跟我们远洋渔业动态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它比较偏重静态的证照管理啊，洋区作业许可还有渔业合作许可，但是这样的管理是不够的。之后我们为了确实掌握每一艘渔船在海上的作业动态，我们建置了一个叫做船位的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我们要求我们在公海作业的每一艘渔船要装设所谓的船位回报器啊，把这一个船位定时回报到我们监控中心。但是最近为了配合整个国际的管理趋势，现在国际上要求我们每个远洋渔业国家要详实的掌握你的渔获量的一个资讯，所以最近我们又建置了一套叫做电子渔获的回报系统。那过去这三套系统，麻烦回到上一页。过去这三套系统我们是独立运作，我们同仁如果要去了解一艘船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抓了什么鱼，有没有进到不该进的渔区，或有没有超过这一个许可的配额，我们同仁就要进到个别的系统去用人工的方式去做勾机比对。那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基本上一来要投入很多的管理成本，二来也比较容易发生这一个疏漏。那现在我们开发了这一套渔业整合资讯系统，基本上就把这四大套的系统做一个整合，利用程式的设计，让电脑做出自动的勾机比对，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警示名单，让我们监控中心的同仁来可以进一步检视这一艘船有没有可能涉及违规。那今天在座有很多我们的这一个渔业先进，或许大家看了渔业监控中心监控这两个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是很严肃很敏感，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监控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这一个监控中心的成立，其实最大的目的是要做到事前的告知跟善意的提醒，避免我们的渔船涉入违规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就实质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套渔业整合资讯系统。那刚刚跟大家讲过，我们这一套系统是整合了我们四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资讯，所以在这一个监控功能里面，我们包括有这一个 VMS 没有回报，或是电子回报，这一个电子渔获回报系统没回报，它的渔获渔额的警示有没有进到问题的港口，有没有进到人家问题的 EEG。 那因为今天这一个记者会时间的关系，我就择要几项重要的功能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特别要请我们媒体记者配合的是，今天为了我们这一个记者会的展示，等一下我在报告过程当中会秀出个别渔船的资讯。那等一下如果有个别渔船资讯的部分，就麻烦我们的媒体朋友这一个部分就大家不要做摄影或是照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第一个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功能 VMS 没有回报的一个警示功能。那现在我们依据我们远洋渔业条例的规定，我们在公海的作业渔船每一艘都要装 VMS， 它的回报频率最长不能超过4小时。
那如果有超过两次没有回报这样的一个讯号，我们就是视为它是断讯的状况。所以我们的系统设计，你只要有九个小时没有收到传位，我系统就会做出警示。好，麻烦同仁帮我勾选 VMS 回报警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勾选这一个警示功能以后，系统就会筛出现在有断讯的渔船名单。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在公海作业渔船有13艘是没有这一个有处于一个断讯的状况。那我们点选一艘船来看看，来。那我们点的这一艘断讯的渔船，我们来看哦，这一艘船是生意星26号，是我们太平洋的延伸钓的渔船，是我们一般组的作业渔船。它最后一次的回报船位的时间是在9月19号的凌晨，它就断讯了。那这种断讯的状况，在第一个时间，我们监控中心同仁就会用透过卫星电话联络我们的船长，了解你这一艘船到底是怎么状况断讯，到底是我们 VMS 设备上的故障，或是说是卫星通讯的问题，或是天候的因素。那如果是 VMS 确实是故障造成不能回报的状况，我们当下就会通知船长，你依规定如果要装设备品的，你要启动备品然后开始回报船位。如果你是一艘船依规定不用准备备品的，那你就要开始手动回报船位。那我们通知了船长以后，就要求他你要在30天内要进港修复这一个你的 VM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如果他没有依规定进港修复，那就会涉及到违反我们的管理规定，那我们就会做出处分。好，麻烦回到我们的主画面。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渔船这一个潜在问题 EEG 的这样的一个警示功能啊，游标麻烦下拉，帮我展开 EEG 跟过去的历史航迹。俗话说得好，就是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现在各位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公海渔船，它过去十天里面它所有的作业航迹的一个记录。那大家会看到这个画面里面有这个航迹是直线的，有这种航迹像蜘蛛网状的。那这里要跟大家做说明的是，我们延绳钓鱼船它的作业模式有一个特性，它如果是要投绳或扬绳作业，它是用一种逆字形的方式在作业，而且速度大概会降到五节以下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我们为了这一个掌控这一艘渔船它有没有进到人家 EEG 去作业，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在系统上就会设计说，你这一艘船只要进到人家的 EEG 的范围，你的船速有降到五节以下，那我们系统就会做出警示。那麻烦同仁帮我把这一个历史航迹关掉，那我们来勾选我们这个潜在问题 EEG 的一个警示功能。当我勾选了这一个警示功能以后，一样我们系统就会筛出我们现在有进入人家 EEG 的渔船的清单。那我们监控中心同仁接受到这样的资讯，就会来比对我们这一艘船到底发生怎么样状况。好，那我们就挑一艘这一个。好，我们点选这一艘船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艘船是连胜369，也是我们太平洋的延伸钓鱼船，是我们太平洋的大目为主的渔船。它有没有跟这一个沿岸国取得渔业合作？是没有的。那它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它现在在马绍尔的 EEG， 船速只有四节，所以它因为这样的状况被我们系统筛出来的。那我们同仁就会来了解，来检视这一艘船的一个过去的航迹的状况。麻烦帮我点选它的单船模式。那点选单船模式以后，那同仁再帮我放大啊 ，OK。点选单船模式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艘船过去十天的一个航迹。那这一艘船，我们发现它过去十天是从密克罗尼西亚的经济水域穿过以后，穿出公海，然后要进到马绍尔的经济水域。但是从这里的这一个航迹，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一艘船一路以来都是直线在航行，没有作业的迹象，所以在这里我们监控同仁就可以判断出，哎，这一艘船是没有作业迹象的。但是基于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管理需求，我们监控中心同仁如果有船进到被系统挑选出来，我们还是会电话这个关心一下我们这一个船长，务必请我们船长现在在人家的经济水域里面，你要收妥渔具，直线航行，快速通过，避免被这一个沿岸国认定你有作业的意图，这是我们EEG的一个警示功能。好，麻烦回到主画面。那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渔船进入潜在问题港口的这样的一个警示功能。那我们现在依据我们远洋渔业条例的规定，我们渔船要进入这一个港口卸渔，是要进到这一个指定的卸渔港口，它才可以从事卸渔的一个动作。那所以我们系统就会设计，我们目前有32个指定港口，如果这一艘船的航机进到了不该进的港口，系统就会跳出警示。好，麻烦帮我勾选问题港口的一个警示。那我们勾选这个功能以后，系统现在筛出来的有2艘船进到这一个非指定的港口，那我们监控中心同仁就可以来检视这一艘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同仁可以用手动转快一点吗？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艘船进到日本的一个港口，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艘船的位置在哪里。哦，在这里。好，我们请同仁点开这一艘船。那这一艘船我们点开以后发现的，先不要放大，这一艘船我们点开以后发现它叫御风202，它现在渔船所在的位置是塞内加尔的达卡港，那它这一个已经进到港口停泊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艘船实际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监控中心同仁发现这一艘船的状况以后，我们就会来追查这一艘船为什么进到这一个达卡港。那 它目前就停在达卡港里面的一个码头的位置。那这一艘船经过我们监控中心同仁的追踪跟检视，那我们证实了这一艘船是在9月中旬因为机械故障，那特别跟我们渔业署申请要进入达卡港去做维修，所以在管理上这一艘船我们也可以视为它是没有违规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回到主画面。那第四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整个渔获渔饵的一个警示的一个功能。那麻烦帮我打开这一个工具列。好，帮我们勾取渔获配额。那目前我们现在在三大洋作业里面，我们所参加的每个国际渔业组织，它都有特定的管理鱼种，比如说大目尾，比如说黄鳍尾等等，每个组织不一定。那这一个管理系统就是在管理我们现在国家在每个洋区组织所分配到的配额的一个使用状况。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WCPFC 是我们中西太平洋的委内组织，它的配额管理鱼种有一种就只有叫大目尾。那这一个大目尾，我们国家的分配的配额是9675公吨，目前我们整个国家的船队使用了3645公吨，用了37.68%。那在这个整个国家配额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里面，我们的系统设计，只要你配额使用达到80%，就会跳出警示，让我们的管理同仁能精确在掌握后续这80%，我们的管理频度要再加强。那如果这个配额使用超过100%的，那我们同仁就会做出一些限期这一些渔船离开渔场，或是禁止再捕捞这一些鱼种的一个措施。那我们页面再往上拉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尾鱼种，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各洋区的这一个配额鱼种的使用状况都还很良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我们有一只尾鱼叫做南方黑尾，这一尾鱼是我们南方黑尾委内组织里面管理的鱼种。那我们在这一个组织里面取得的配额只有1229吨。
那目前使用了1146吨，已经达到93.30%，所以它现在是跳出黄色的一个警示状况。那这一个部分，我们现在的管理频度就会很密集。那我们现在每一艘船现在抓的这一个配额量，我们就会严格管控，避免我们整个国家的配额啊这一个超过了，因为超过了配额，我们明年度国家的配额会被倒扣回来。所以这一个是我们现在密切注意的一个管理语种。那除了整个国家整体配额的一个管控以外，我们还有单船配额的一个管控。那同仁麻烦帮我把页面再往上拉。那我们刚刚讲完我们国家的整体配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在公海作业的每一艘渔船，它在各个洋区组织分配配额的一个使用状况。如果使用的达超过80%，一样我们会跳出黄色的警示；如果超过100%，就跳出红色的警示。那我们来看这一艘船，我们所谓的连生翼这一艘渔船，它是太平洋一般组的渔船，它现在在太平洋这一个组织分配套的配额就只有20公吨，但是它用了多少？用了18.981公吨，所以这个就会被我们系统注记，然后列为重点查核的一个渔船。来，再往上拉一点，我们来找一艘红色警示的渔船。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艘金庆发七号，它也是太平洋一般组的渔船，它在这一个洋区分配到的许可配额是20公吨，目前使用了20.597公吨，所以被我们系统筛出来了，它的渔获的回报量现在是超过了许可配额。不过这里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现在这一个的渔获量用的就是我们刚刚渔获这一个回报系统的一个回报量，那这个回报量基本上在海上是一个概估值。那这一艘船一旦它的回报的配额超过我们现在许可的配额，那这一艘船我们现在也会做出注记，然后这一艘船进港以后，我们就列为全程监械的检查渔船。那我们就用这一套的模式来管理我们现在国家的整体配额跟单船的配额。好，麻烦回到主画面。那以上我就是简单把我们渔业整合资讯系统简单跟大家几项重要功能做一个报告。那这一套系统我们从去年开始研发设计，到今年六月正式上线。那可以如期在六月上线，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海洋大学资工系许维远许老师。许老师可不可以起来跟我们媒体打个招呼？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许老师啦，这一年多来陪着我们日夜赶工，把这一套系统建制完成。那这一套系统建制完成到现在我们在运作之初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设计上的盲点。那这一个部分我们会跟许老师持续来检讨精进，务必让这一套系统做到更精确更有效率，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个管理需求。那就我们的了解啦，就现在这一套所谓的监控中心的设置，或是整合资讯系统的一个设置，目前在几个先进渔业国家当中，也只有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有一个联合监控机构，另外就是韩国有一个渔业监控中心，包括美国或日本这些先进渔业国家，不要说这一套的渔业整合资讯系统，他们连渔业监控中心是都没设置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渔业管理，相较于这几个先进的渔业国家，其实算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不会以这样做自满了哈。现在我们除了持续强化我们远洋渔业的管理以外，后续我们针对我们沿近海的一些特定的渔业，我们也会逐步纳入管理。那今天我们来到现场，有很多的渔业先进。我相信我们这些渔业先进的干部最近一定常常接到我们一些渔友的反应，为什么渔业署现在老是三更半夜在问候船主。那我想我们监控中心会打这一通电话，我
今天在这边大家听完这样的一个简报说明，相信大家可以理解说我监控中心为什么会打这通电话，一定是这一艘船的轨迹出现异常的一个状况，我监控中心同仁才会打这一通电话。那同仁打这通电话最大的目的，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真的是事前的提醒跟善意的事前的告知跟善意的提醒。那当然打电话的时间点如果太晚，确实是造成我们渔民朋友这些家属作息的一个困扰。那这一个部分我就要拜托我们各位渔业先进多多体谅，多多包涵。那这一个部分我也会已经责成我们监控中心同仁，除非非常紧急必要的事件，我们不要在晚上十点以后打这一通电话。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跟我们这些渔业先进强调的是，做好事前的预防是避免渔船违规最好的管理方法了。那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监控中心的运作，支持我们渔业署各项的一个渔业管理措施，为我们台湾的海洋渔业的这一个管理以及永续经营，大家一起做出努力。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王主任，哇，掌声自动响起。好，经过我们王主任精彩的一个操作还有示范之后呢，相信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政府呢对于我们渔业的管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非常的努力。而且呢，我们打击非法渔捞的行为，这是我们国际所共同要做的一个趋势和目标。我们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呢，能够及时还有全面的掌控渔船的动态，避免违规的情形。当然，这也保障了我们遵守规范的一些渔民。好，各位有没有支持我们24小时严密监控系统？有没有？有。好，我们现在来进行大合照，谢谢各位长官，请我们大合照的背板在这边。好。麻烦请。好，各位媒体朋友，刚才我们王主任还有我们署长以及副主委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资料呢，最简单的一个介绍方式，我们称之为媒体朋友的这个记者的这个 DVD 懒人包，在您的资料袋里面，在您的资料袋里面。好，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精彩的介绍。我们不是为了欧盟的黄牌，我们是为了我们。